觉得有时候真的要演的自然是最难的，是，但是我发现就是这部电影里面大家都好自然，就好像他们真的生活了这么多年。今日からお世話になります。ぐっちぐっ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九月十一号这星期五一定要去支持《海街日记》哦。海町ダイアリー。